不会叫。哎、欸，你也知道，这两块已经没有你的了。你刚刚那是最后一口，爆炸了，他是苍蝇。你看他抗议，给我吃辣。你看他，他说你看他抗议，给我吃辣。我说这两块已经没有他的了。开玩笑的，没关系啊。好不客气。有他给你吃的，你还要吃吗？好，那我不喝了。哦，可好喝哦！这种是标准的，它肥猪之路的，肥猪之路的讲法。我吃不饱，我还要吃，我没有感觉。升天升天，你有在对着他吗？你这样。